兄姊妹，大家早晨，欢迎大家参加我哋新米加力堂线上嘅现场崇拜。弟兄姊妹，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同光是一天。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神的救主开山欢呼。上帝是灵，我们都以心灵和信心拜他。人要归于上帝，信父、信子、信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让我哋一齐预备我哋嘅心来到去祷告，求洁心足满。前日的上帝，凡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什么所信不的，主都知道；什么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心里的感化，洁清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倾心爱主，紧紧紧要与主的性命。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
让我们继续来祷告，见面继续祝愿。前年的上帝，你在五旬节当日差派圣灵降在你的众门徒身上，犹如从天而来的台风吹过，火舌条如火焰显现，使门徒充满喜乐和壮胆传讲福音信息。求主也以同样的圣灵大能差遣我们，以为主的真理作见证，并吸引万人归向你的大爱。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外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各人怎样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伯提雅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哈里特和纳帕的人，都是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诧异，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执意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事后刚到已错，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话语。主耶稣的圣名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由十九节至二十三节。那日就是今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小火烈盘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小心点，你们上面谁的吹，谁的吹就上面了。你们留下谁的吹，谁的吹就留下了。”这是基督的新福音。弟兄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我恭祝每位五旬节蒙恩。今日我就照经验到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身上的主日，今日也是教会的圣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在这个五旬节诞生的，所以我要恭祝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圣日快乐。五旬节 Pentecost 的意思呢，就是五旬的意思因为有的节日是在这一节安息日休的第五十日在我们基督教的日历里边如果我们将复活节主日也包在里边今天有的主日呢也是复活节休的第五十日对于沙巴照的在沙巴照的我们呢尤其是在我们的加达山杜孙的弟兄姐妹有的主日更加的特别因为我们庆祝有一个奉小节
所以各边达到大哥说多卡阿玛丹啊，丰收节快乐。我哋祈求将有灵魂嘅太丰收，在我哋嘅结界啊，因为有只嘅五旬节最初也系三十嘅丰收节啦，受发节之一啦。啊，即系马吉来即系一月节啊，七七节或者五旬节，攞埋有只嘅猪棚节啦。啊，但系在早期嘅犹太教地方咧，有只嘅五旬节其实最纪念神在有只嘅使徒神向摩西颁布有只嘅律法嘅纪念日。上帝就可能干脆五旬节咧来到去赐一只嘅圣灵，来到老一只嘅律法，来到做一只嘅对比哦。乜嘅咧律法咧？律法就系限制以色列人犯罪嘅一种外在嘅一种嘅方法。但系在教会嘅新时代、圣灵嘅时代咧，圣灵就变圣徒啊，一只嘅过公义，攞埋得胜嘅神法嘅内在嘅一只嘅能力，就在使徒行传天一中，当我哋愿意嘅来到去顺服圣灵嘅时候，圣灵就变我哋至少有两种嘅能力。第一种嘅能力咧，圣灵赐俾我哋嘅，即系赞美嘅能力。在一只嘅使徒行传地位，我哋看到一只嘅五旬节嘅通力有三只，就系风，谂埋火，第三只赞美。在五旬节到嘅时候咧，门徒就聚集在一处。第二只讲到突然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那啲屋。在希伯来文地方，有只嘅连谂埋嘅风嘅字咧，系 ruah。所以因为有只嘅英联门谂埋有只嘅马来文嘅翻译就比较好啦。ruah 啊，马来文英联门就 ruah。啊，所以连那只音也好唱，就好像一面吹口气 ，roar 啊，那个意思。所以风咧喺几百来年一直来用来代表一只嘅连嘅一只嘅标志。所以上帝在一只嘅骸骨嘅骨啊，即系干嘅一啲骨啦。啊，英文叫咩 ？The valley of the dry bone 啊，留一只嘅意思嘅啊，讲话嘅时候，佢就留啊，佢都讲。你讲先啲人嘅啲爱语言咧，向一只嘅风啊 ，ruah 来到发语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即系 ruah， 要从西方人们即系作风而来，吹在那些变杀的人的身上，使他们发了啊。所以骨干嘅一只嘅骸骨咧，就讲到以色嘅时代嘅一啲变大败嘅、后沮丧嘅、变奴嘅一啲嘅以色列人，佢哋需要乜嘅咧？在嗰时候，佢哋需要一只嘅神恩嘅连再次嘅经验，佢哋地位咧，用佢哋再次嘅发过来，而在新约地位。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讲话嘅时候，也用到一只嘅风咧，或者讲到一只嘅圣灵啊。佢讲乜嘅啦？佢讲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看见风的强盛，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哦。今日门徒所在嘅埃及嘅房地板有一阵风吹过，乜嘅意思咧？上帝都以着好明显嘅一只嘅方式来到彰显佢嘅同在，直到120门徒佢都能够去理解啊！所以上帝都用一只咧，佢都可以立刻认得出啊嘅方式来到向佢哋显现。所以风一吹的时候，佢就知道上帝就在哀叹了。所以上帝的子民沿着圣灵的来到咧，受到一只嘅搅动啊 ，stir up 哦，佢就恢复喺一只嘅法力，醒过来咧，重生哦，佢就又喺一只嘅生气哦。之前佢就系死气沉沉嘅，之前佢就系好惧怕嘅，今日佢就乜嘅啊，发过来去。天一只动力咧，即系乜嘅咧？即系石条嘅火焰，佢讲有石条如火焰显现出来，焚害落在他们各人嘅桥上。
啊，一个石头就攻到嘛个呀，攻到爱只个言语啊，就系师徒出一点时候，领袖喺其他言语个爱只讲话个爱只个奇妙个恩赐啊，在教育地位一只个火，通常也表示上帝个同在。火也喺讲到上帝燃烧嘅一只嘅圣洁，攞埋一只嘅纯洁，所以上帝嘅火咧就烧尽一切不洁净嘅东西啊！火也描述接落来门徒一种嘅态度，一种火热、一种热情嘅一种嘅光头。所以点就喺当下啲讲嘅责任，忌讳上帝好火热哦。啊！你讲乜嘅咧？其实我哋咗讲到一只经验咧，即便上帝结账去咯，即便你系上帝嘅同差，并且佢有能力去宣告上帝嘅太作为，第四节，佢哋就变心灵充满，按着心灵所赐的秀才，讲出别个的话来。心灵充满嘅意思就系乜嘅咧？就系从修心灵来到干练，从心灵得到一只嘅力量。佢哋变心灵充满嘅时候，一班嘅门徒讲乜嘅咧？第十二节我哋就看下啦啊！听见佢哋用啊条嘅强谈啊，这个强下嘅话咧，来到干善嘅太作会哦，哇！佢哋嘅叫充满海一只嘅。敬拜老埋赞美，用厚道嘅语言来到敬拜赞美上帝。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不知独行，卡达瓦勒破除，圣若圣不昂，卡达文奇塔里夫，含有厚道厚道嘅语言呢，来到赞美敬拜上帝。听者们。也就是过着一只充满敬拜赞美显扬上帝太作为的生命的环境，我们需要两样东西，我们需要心灵的风，使得我们振作起来，提起我们的精神，舒畅我们的灵魂，叫兴盛我们，使得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发过来，使得我们能够以心灵用真理来到老上帝联系，来到去连接。我就需要乜嘅咧？我就需要有只嘅心灵，有就需要心灵嘅火咧，能够激昌我哋嘅生命，使我哋鬼也火化为心，来到纪念神，确实真真实实嘅爱只嘅同在，按用我哋嘅敬拜，我哋嘅赞美咧，就不再一样。敬拜赞美，咩称系在教堂、在梦想啊梦想咧，创几首歌就系敬拜赞美。敬拜赞美系用我哋嘅一生，我哋完整嘅生命，将身体献上，当作一只嘅法子，系圣洁嘅，系上帝所喜悦嘅。你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咧，系理所当然嘅。心灵赐俾我哋力量。是我哋过头上的喜悦的生活，而且唔系系靠自家的力量嘅。作为一只嘅教会，或者我哋个人，我哋需要心灵的风，我哋需要心灵的火，心灵的能力。我睇下想象下一间嘅教会，或者系我哋嘅生命系一只嘅帆船，有只帆船呢就。使到一只嘅一只风咧，就使到一只帆船就输出一只嘅太海，风嘅力量咧就帮助来到去启动一只嘅帆船。如果我哋利用心灵嘅风咧，我哋就唔需要靠自家嘅力量。但系好可惜，好多嘅基督徒虽然系有风，但系咧还系选择跟一只嘅划船啊，一只嘅 robot 啊。而咩间帆船去过我哋嘅神佛，我哋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到 roll 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ea， 我哋去挖啊，强强嘅去到一只嘅太海，我哋咩见心灵嘅风，
亚条系见持家嘅风，系叫见风。亚条在做物计，亚条发现到亚条好难过一只跌先嘅基督徒嘅生活嘅原因之一。更加唔少讲咧，亚条用敬拜赞美来到投上帝嘅喜悦。所有对所有耶稣基督嘅门徒，亚条系可以跌出亚只嘅。赞美的能力是因为心灵或者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源头在两千年在五旬节的时候已经来开。听一则能力是什么能力呢？是见证的能力。心灵赐给上帝的子民为耶稣做见证的一则的能力。彼得看到亚这个五旬节爱发生的事情，就会应验和亚这个一而先知所讲的亚这个预言。在十六节佢讲话嘅，这正是先知一而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爱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将要说预言。所以亚当并我就看到亚当的心灵浇灌在所有人的身上。那在旧约时代，心灵将要赐给那些有特别任务的特别的人，比如那些呢，比如摩西啦，一些的先知啦，或者一些的士师啦，或者是像太会王人会太的人嫁掉就得到亚当的圣灵。但是今天来到亚当的五旬节的时候，上帝不单止将亚当的圣灵浇灌在受苏先天的人的身上，但是在亚当就看到120位的亚当的犹太人，男女老少都享受见摩西赐给摩西太会王攞埋圣地嘅圣灵嘅能力嘅埃及嘅祝福，佢哋每一只人都得到埃及嘅祝福，来到说语言、见异象、做异梦。异象、异梦或者系语言呢？语言呢？喺圣经中上帝直接启示嘅方式。也就这样讲到乜嘅咧？即上帝所有上帝嘅子民，今日能够直接从上帝爱堂领受一只嘅启示，上帝可以对家条讲话，家条将有上帝嘅指示，家条将都系上帝来到去宣讲上帝嘅话，因为家条也能够得到上帝嘅一只嘅启示，唔咩得到上帝嘅启示。就叫做神家，上帝的灵浇灌的时候，打破和一切的障碍，一切的拦阻，儿子、男人、女人都要讲预言或者讲谈，就讲到人家的信片啦，将不再是向上帝宣讲或者系讲预言嘅一只嘅障碍。不论是年龄太小、年轻人、老人、老人，都能够留上帝联系在一起啊！所以甚至禁止或者是一只嘅社会嘅体会咧，也没有阻止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一只嘅工作，也能够拦阻上帝在每个人生命嘅工作。因为虽然是仆人或者是侍女，也成为心灵充满嘅。圣地男女老少，老的论的，不老也不论的，用我们一切的起来，主已经浇灌在这个里，使我们能够过一只超自然的一只的生活。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圣经上帝的话语来到去下载 download上帝直接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也要从上帝来的埃及的启示，借着圣经，上帝已经将一切有关生命老迈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
你因为我就认识阿位用自家的荣耀，每日就我就的耶稣基督，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就也能够同样得到同样的圣灵呢，来到为耶稣做见证。有人问我，麦克喊叫行通热神意 ，Action 1 3 2，可能有人在一日的新生的崇拜。海啸的时候看到就海报咧，看到 action 太太就系数 1 3 2啊。其实啊，我哋神马哥咧啊，今年系庆祝132周年啊。所以在年头嘅时候，我哋老弟兄姊妹分享有一个行通热神意嘅意象啊，意思即系讲咧啊，每十年会30人祷告，然后就带2人咧认识主。所以每个礼拜我们就会至少30人来到祷告，我希望弟兄姊妹而行起用作啦。就在十礼拜前啊，我啲小弟就非要嘅听话咧，喺嚟去医院会连祷告谂埋低两期先耶稣啊。当时嘅情况系非常非常嘅危急啦啊。当我知道我祷告嘅一阵年嘅时候，我觉得好欠欢啊，因为乜嘅咧？因为艺菜有只嘅热心依家行通嘅豆沟地波咧，啊，几轻艺祈祷就危其豆沟嘅人。其实上个礼拜上啲又再次嘅提醒啊，啊危嘅料来到豆沟，所以造成条嘅小艺就去到医院啊，老其讲话，老其款样先见，又老其危其豆沟，所以艺也挑战佢嘅太太啊，老咪佢嘅丈夫一切嘅来到接受耶稣。感谢主，心灵的感动呢，加了2人都接受耶稣，哈利路亚。到了下周的时候，上帝照着他自己的时间，就带他上天家，使他脱离在世上一切的苦难。当然，他都要伤心，尤其是那些假人，认识他的亲戚朋友，因为佢已经离开我哋，但系我哋在上帝嘅话语寻到一只嘅安慰，因为上帝嘅话语留我哋讲，佢已经去到一只冇痛苦、冇哭泣、冇出病、冇心肝病痛嘅一只嘅地方。在祷告嘅30年当中，上帝回答佢嘅祷告，感动佢20年接受耶稣。一切荣耀归遍上帝，马加用咗神功嘅见证，系上帝都用一只嘅 Bill Bright 啊，即系黑人传道会嘅创办人所讲嘅神功嘅见证，就系乃是靠着心灵嘅体验，以爱心主动传讲基督，并将结果咧交托俾上帝，而喺咩国的？后来刘碧莲分享要紧耶稣的事呢，也也觉得好困难。耶稣的门徒必定面对一只好艰难的任务，因为佢哋要将一个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去犹太，到撒玛利亚，然后到一个地极啊，冇圣灵的力量呢，佢哋系永远没有去尝试去做嘅。冇圣灵的力量，佢哋也永远没有实现一件事情。但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当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圣灵就是一啲经人抵触，直到其中3000人呢信耶稣，并且得救回。耶稣对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哋身上的时候，你哋就必得出能力，有一个能力叫 dynamic， 就见证耶稣嘅圣灵嘅一只嘅。爆炸力啊！喺度采一只嘅五旬节咧，就见证佢一只嘅能力。但系又要就后手食喺楼梯架讲，后手食就系一只嘅能力，又喺变喺度每集人先耶稣嘅人，我哋嘅经验就系靠着心灵嘅能力去分享一只嘅福音，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佢哋听到一只嘅福音，佢哋求告主嘅名嘅时候，佢哋就必然得救。
在佢未走前，当我哋经验圣灵嘅到来，用我哋啲家族有一个机会，用圣灵更新我哋嘅生命。今日我哋需要圣灵再次嘅触摸我哋嘅心，再次嘅来到去充满我哋，再次嘅用我哋感受到嘅切实嘅有一个同在，用我哋来到佢嘅面前向圣灵祷告说。主圣灵啊，你充满我，你更新我，你赐我力量，使我刚强，好使到我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人，过一个真正透而喜悦的生活。因为我们拥有这个时刻来到医病我们的时候，圣灵向你来到充满我的时候，有牧师爱会也要祷告。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在你的花儿上的时候，我们请你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用你的力量降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天窗，把圣灵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生命上，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赐我们能力。我们需要你再次的触摸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在这时候，然后渴慕再次的被圣灵充满，就是受圣灵来到干练你的生命，从圣灵得力的话，你可以拿埋一切，跟来到
做日日的祷告，凭信心来到去领受心灵的充满。亲爱的天父，我需要你，我渴慕与你建立更活泼的关系。我承认我一直在管理自己的生命，以致得罪了你。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再请基督管理我的生命，求你用圣灵充满我，正如你命令我要被圣灵充满，也正如你的话语应许我，只要凭信心祈求，便可被圣灵充满。如今我感谢你管理了我的生命，并且用圣灵充满了我。我这样凭信心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用心地祝福大家，让我们跳歌《尼基亚先见》，一起来献交，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我先读业上帝前年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先读业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以父与子的，万物都是藉着主受造的。主唯有拯救我们圣言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同真理玛利亚持续肉身变成活言，在半吊比拉多笑下，为我们当十字架避开消失埋葬，就作圣见第三日复发，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表太然又再降临，审判发言誓言，他的脚无穷无尽。我先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经验，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严，前则作圣地传言。我先回忆先而共之教会中处处所存在，我曾因沙碎石裂的毒液射利，我自望圣言复发，便来施的生命。阿们。让咱们大家早晨欢迎来到我们敬酒神的圣丧的崇拜，再向我们有健康的报告。天主的我们敬酒神日日的祝愿，要天主的在圣丧的圣产崇拜，所以我们依边我们的神，在日日的报告过去，我们要斜街来到两宵主耶稣基督的先体报喜，两宵日日的圣产。天主的我们教会盼供食的时间，由拜一到拜五是从八点到四点半，然后拜六就是从八点到十二点半，然后礼拜日呢我们就休息，我们要去根据我们政府所定下的作业程序SOP 啦，所以我们要来 office， 我们要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social distancing， 然后我们要戴上一个口罩，然后我们要量我们的身体的温度然后还有什么呢，还要射手最后我们要记录我们的名，然后下带我们的天马号码如果我们的温度身体温度超过37度或者是有偏就不可以进入一只的办公室，也就是政府所天下的一只的 SOP。第三只梦想祷告会，我们要感谢主过去两个礼拜我们都有一只的梦想祷告会八点钟非常的鼓励看到听姐妹根据我们 YouTube 我们的显示有超过200人呢来参加一只的线上的祷告会感谢主所以每日拜三今天我们也是继续有一只的祷告会小门徒施工继续的在礼拜日两点到两点半我们的组长后打电话让你用 WhatsApp 来到去让你有一只的团契还有继续的鼓励大家去订阅我们的面子书 Like 我们的面子书我们的 YouTube使得我们能够得到最新的资讯，也能够得到最新的一些视频。最后用这个我们的
识别奉献技术嘅鼓励梯架，在奉献所研究中心可以加入在网上嘅银行嘅转账，或者用 Boost 啦，也可以来到教会将嘅奉献咧放落一只嘅奉献上。我哋嘅报告就到一趟为止，用我哋依边我哋嘅心，我哋进入一只嘅祷告嘅时间。天父耶稣，我们要感谢你赐下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常被更新洁净。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有这个的骄傲，有这个的自私，我们愿在这个的五旬节期间能够得着更新。求父你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学会谦卑的等候圣灵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的圣灵五旬节和 MCO 行动管制令期间恢复我们里面的火热，再一次的来到去爱你，忠心的跟随你。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的奇妙伟大，给我们有这个的恩赐来到去荣耀你，服侍你子民。也在这几年我们看见神你所供应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我们，神你也供应教会。也是我们也要交托我们的国家在神你的手中，特别是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的国家，你医治了许多曾经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我们要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明智的领袖，他们采用这个的适当的措施来到敌对新冠的病情。我们要求主你保守他们，保护他们。我们也要赞美主，因为当国家渐渐开放经济和社交活动时，众多的民众都意识到尽社会责任并保持良好个人卫生的习惯。我们也求主使我们人民都能够合一配搭领袖所安排的这个的条件，直到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慢慢的来到去适应。我们谢谢主你一切的这个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圣经书安龙教导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开桥，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忠言生活在慈爱和睦中，因此为我们而来。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世上言语行为上犯了所负滥辱，面对高分的罪，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罪伤心。现作先知耶稣基督为我们消失，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智，这就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 Almighty God, have mercy on you, forgive you and deliver you from all your sins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Strengthen you for His service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keep you in eternal life. Amen. Now that we have been put right with God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we have peace with God. So we must make peace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body of Christ. The peace of the Lord be always with you and also with you. Let us greet each other with the peace. All glory to you, our Heavenly Father. For in your tender mercy, you gave your Son Jesus Christ to suffer death upon the cross for our redemption. He made you a full atonement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offering once for all His one perfect sacrifice of Himself. He instituted and in His holy gospel commanded us to continue perpetual memory of His precious death until He comes again. Hear us, merciful Father, we humbly pray, and grant that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we who receive these gifts of bread and wine
according to your Son, our Savior Jesus Christ's holy institution, in remembrance of his death and suffering, may be partakers of his most blessed body and blood. Who in the same night that he was betrayed, took bread, and gave thanks, he broke it, and gave it to his disciples, saying, Take, eat,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given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and gave thanks. He gave it to them, saying, Drink this, all of you. This is my blood of the new covenant, which is shed for you and for many,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Do this as often as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Christ has died, Christ has risen, Christ will come again. We break this bread to share in the body of Christ. Though we are many, we are one body because we all share in one bread.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invited to the feast of the Lamb. Let us rejoice and give glory to God. The gifts of God for the people of God, draw near with faith and humbly receive this bread and wine, in remembrance that Christ died for you, and feed on him in your hearts by faith with thanksgiving. Amen. The body and blood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keep you in eternal life. Amen. You may now share or distribute the elements of the Holy Communion to the members of your family.
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准作救主的教头，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以应该认识，求父见面赐给我们，要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的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以为基督权柄荣耀全是父的，世世无尽。阿门。The peace of God which 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keep your hearts and minds in the knowledge and love of God and of His Son Jesus Christ our Lord, and the blessing of God Almighty,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be among you and remain with you always. Amen. Go in peace and serve the Lord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将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将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将下来。